好，在5×5组边块的时候，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，就是两个，但是中间这边这两个是要互换的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我们把它简单化一点，我们就把它当做这个要过来。这个过来的时候，你看它颜色是错误的，就表示说这个要翻过来。怎么翻呢？其实就是把它换个方向就好，换个方向很简单嘛，就把它移到上面去，然后转过来，转动个方向，从左边下来，它就换个方向了。那这时候人家去看，你把这个这边做定位，然后把这个移过来，这个是变成一个颜色，好，你就直接做4×4平行互换的那个公式就可以了。左边的两个平行要互换的，好，直接做了。做完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特殊情况，就是两个一个的，看你要放左边还是放右边都可以。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这转法的话，可以点旁边的连结，然后其实它的转法就是跟刚刚的平行互换的公式是一样的。好，我比较习惯的是左二右一，但有时候我可能因为节省一些时间，右二左一也有可能，然后我比较习惯这个，好，就直接做，它就会互换了，好。